报宴会现在继续开会，营业部分经济处理，营业部分经济部主管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提案，第一案，请宣读委员会保留委员张立善等提案。鉴于台电公司99年度核能发电费用服务费用项下专业服务费编列高达21,808,600元，其中主要是因委托顾问公司办理炉心燃料布局紧急设计及炉心相关分析，办理海陆域火山古海下调查及危害模拟评估计划及核能一二电厂机滤式断层位移危害度分析技术服务工作，经查该预算相较103年决算16,093,300元，成长幅度为20%，为台电公司截至104年底尚待弥补之累计亏损余额1,354.91亿元，负债总额1,628.38亿元，负债比率达86.95%，反映台电公司财务结构仍然欠佳，亟待积极采寻有效之改善对策。建议该公司应遵节支出，尤其研究预算多半成效不彰，研究结果也从未公布，显示未见急迫性，故建议删减105年度该预算2亿元，冻结25%，四项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那么，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先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黄委员委责声明，对今天下午所有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针对点名表决，出席59人，赞成11人，反对4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8人，赞成10人，反对4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针对
委员会保留委员张立善等提案进行表决。好，那等一下哈，我们啊，针对委员会保留委员张立善等提案者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黄委员昭顺声明，对刚才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本案表决结果，出席61人，赞成12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针对本案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62人，赞成12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处理第二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电105年度于用人费用项下编列兼任公务车驾驶加级津贴计1亿1189000元，经查案本项加级之支给缘由，系台电公司以尊节用人为由，订定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兼任司机加级之给要点，规定凡工作人员兼任公务车驾驶人员者，发给兼任公务车驾驶加级，并经经济部经78人字第064669号函核准。按经济部所属事业机构用人费薪级管理要点第6点规定，所属事业虽得是地区职务危险性及稀少性，提经董事会核定并报经济部备查后之给加级，为一般行政机关驾驶人员之待遇，并无危险加级，附以本项加起订定之时间为民国78年，迄今已近30年，时空背景已然迥异，现今拥有驾驶执照者颇为普遍，且该公司工作人员兼任驾驶之情况，系为前往现场办理本职业务所需，原此兼任驾驶职务实难为符合地区职务危险性及稀少性之要件，本项加给之必要性与合理性，实应重新检�al。然经查，该公司截至104年底，车辆总数7837部，其中轿车151部，旅行车9部，大代客车11部，小代客车111部。
小客货车637部，各型交通车计162部，吉普车及大小货车1051部，大中小工程车计2147部，特种车728部及机车2830部。按该公司所列公车车，乃包含线路电缆试验车、深空工程车、绞线工程车、吊臂工程车、翼影车、消防车、扫街车、环境侦测车等特种车辆，依前开规定不得追领兼任司机加计。原此，以该公司除工程车、特种车以外之车种，含轿车、旅行车、代客车、客货车、交通车、吉普车及货车等，不含机车，数量为2132部，为103年度平均每月之领兼任司机加计人数，却高达2855人；104年度平均亦有2746人之领。其支领人数远高于公务车数量，恐有指派腐烂、变相之喜之余，建议酌予全数删减。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针对本案是否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结果，出席62人，赞成12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务表决。我们针对本案进行重务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之重务表决，出席62人，赞成11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第二案之处理。我们现在开始表决国民党党团提案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第二案表决结果，出席63人，赞成12人，反对51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新表决，出席62人，赞成10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第三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有鉴于政府财政吃紧，需要多方开源节流，集中资源发展再生能源，减少我国依赖进口能源的情形，为符节约原则，台湾电力公司105年度公共关系费用编列3040万8000元，原提案减列1040万8000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议？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先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之结果，出席61人，赞成10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陈委员因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
拜三跟两天拜四拜五。针对总务表决结果，出席63人，赞成12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来处理第三案。国民党党团提案之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本案表决结果，出席63人，赞成11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由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结果，出席62人，赞成11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第四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有鉴于政府财政吃紧，需要多方开源节流，集中资源发展再生能源，减少我国依赖进口能源的情形。为符节约原则，台湾电力公司105年度公共关系费用编列3040万8千元，原提案减列1万8千元。宣读完毕。请问委员会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先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现在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对点名表决，出席62人，赞成12人，反对50人，去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针对本案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结果：出席61人，赞成11人，反对50人，去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第4案的处理，针对国民党党团提案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本案表决结果：出席62人，赞成11人，反对51人，去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针对本案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结果：出席63人，赞成12人，反对51人，去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处理第5案，
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有鉴于政府财政吃紧，需要多方开源节流，集中资源发展再生能源，减少我国依赖进口能源的情形，为符节约原则，台湾电力公司105年度公共关系费用编列3040万8000元，原提案减列1万7000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那么，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先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本案表决结果，出席61人，赞成12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针对本案进行表决，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结果，出席62人，赞成12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第5案，国民党党团提案之处理。我们现在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本案表决结果，
出席61人，赞成12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结果，出席63人，赞成12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来处理第6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有鉴于政府财政吃紧，需要多方开源节流，集中资源发展再生能源，减少我国依赖进口能源的情形，为符节约原则，台湾电力公司105年度公共关系费用编列3040万8000元，原提案减列1万6千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先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出席63人，赞成12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针对本案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
出席62人，赞成11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来处理第6案，国民党党团提案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本案出席62人，赞成11人，反对50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有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61人，赞成10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来处理第7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有鉴于政府财政吃紧，需要多方开源节流，集中资源发展再生能源，减少我国依赖进口能源的情形，为符节约原则，台湾电力公司105年度服务费用项下编列旅运费3亿4451万4000元，原提案减列1亿4451万4000元。宣读完毕。委员会有异议？好，我们进行表决。现有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先就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本案出席60人，赞成11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那么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针对本案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9人，赞成11人，反对4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就来处理第7案，国民党党团提案进行表决。现在开始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陈委员赢，蔡委员适应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本案出席61人，赞成11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本案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结果，出席62人，赞成11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来处理第8案，请宣读。
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提案，查台电公司预算显示，105年度编列旅运费共计新台币3亿4451.4万元，然较103年度决算数增加6483.2万元，且未详实交代该笔经费之明确用途，只以提升知识技能等需要带过，有模糊歧视浮编预算之余，原此简列事项费用新台币1000万元。宣读完毕。针对第八案。时代力量党团提案，请问院会有异？好，无异，我们就照案通过。下一案。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有鉴于政府财政吃紧，需要多方开源节流，集中资源发展再生能源，减少我国依赖进口能源的情形，为符节约原则，台湾电力公司105年度服务费用项下编列旅运费3亿4451万4千元，原提案简列1亿3451万4千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针对第九案有无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本案，出席60人，赞成11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针对本案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9人，赞成9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来处理第九案，国民党党团提案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本案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8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针对本案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8人，赞成8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来处理第10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有鉴于政府财政吃紧，需要多方开源节流，集中资源发展再生能源，减少我国依赖进口能源的情形，为符节约原则，台湾电力公司105年度服务费用向下编列于旅运费3亿4451万4千元，原提案减列1亿2451万4千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好，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先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由委员美女声明，对刚才前两案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点名表决，出席62人，赞成11人，反对50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针对本案我们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变成一千，超出一千啊。一千啊，标准嘛，要超到一礼拜。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9人，赞成10人，反对49人，去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不通过。我们来处理第10案，国民党党团提案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本案出席60人，赞成9人，反对51人，去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针对本案我们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9人，赞成10人，反对49人，去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来处理第11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有鉴于政府财政吃紧，需要多方开源节流，集中资源发展再生能源，减少我国依赖进口能源的情形，为符节约原则，台湾电力公司105年度服务费用项下编列旅运费3亿4451万4000元，原提案减列1亿元。宣读完毕。请委员会有异。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针对点名表决进行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本案出席60人，赞成11人，反对49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针对本案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吕委员孙林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本案重复表决，出席59人，赞成9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来处理第11案，国民党党团提案，我们来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本案表决结果，出席61人，赞成10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针对本案我们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6人，赞成9人，反对47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第12案，民进党党团撤回提案，不再处理。现在处理第13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
台电公司105年度修理保养与保固费用编列177亿5291万2000元，与103年度决算相比较，足足增加23亿元。其中增加幅度最高者为火力发电费用上下之修理保养与保固费用，其105年度为78亿元，相较103年度决算59亿元，足足增加19亿元之多。至于火力发电造成空气污染问题，该公司从未重视，却年年编列巨额维修保固费用，却不思更换高科技监测产品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甚至台电公司针对超过30年以上的老旧变压器，也一再依据成本考量做出延寿政策，完全无视火力电厂对现今台湾环境造成之危害及可能的公安问题。近期台中电厂甚至爆发数台老旧变压器因电缆老化起火等事故，显示台电公司因火力电厂导致的空污问题至今迟迟未能解决，却年年编列巨额修理保养费用，显示该公司仅以保守老旧以及本位主义思维，完全无视老旧设备仅靠维修对环境民众带来的所有风险鲜有不当。另近年来，南投县仁爱乡万大电厂水库严重淤积，淤积率高达75%，居全国水库之冠。高淤积率冲击蓄水发电及观光，台电公司为持续进行水库常态清淤，也为积极评估其他替代方案，原提案105年度为修理保养与保固费预算减列10亿元。宣读完毕。请委员会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邱委议员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本案出席60人，赞成10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务表决，针对本案我们进行重务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60人，赞成10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
我们来处理第十三案国民党党团提案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本案表决结果：出席60人，赞成10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务表决，我们针对本案进行重务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务表决结果，出席60人，赞成10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来处理第14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查104年底台电公司公务车（含轿车、旅行车、客车、客货车、交通车、货车、工程车、特种车及机车等）数量多达7800余辆，其中各型交通车计有160余辆。105年度预算案依车辆油耗标准计算于水力发电、火力发电、员工训练等各项费用科目，编列车辆用油需求8124万1000元，汽车燃料使用费3947万6000元，躺在加计牌照税及维护管理等相关费用，其后续衍生之相关费用时不容小觑。除删除台电公司105年度预算案于一般建筑及设备、交通及运输设备项下编列增购及汰换大中型交通车8辆3230万元外，衍生之用油费用、汽车燃料使用费应一并酌减。原此减列车辆用油需求2000万元，汽车燃料费1000万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针对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点名表决，出席59人，赞成10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针对本案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结果：出席57人，赞成10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来处理第14案，国民党党团提案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吴委员其名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本案，出席59人，赞成10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针对重复表决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8人，赞成10人，反对4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来处理第15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105年度台湾电力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预算中与水利发电费用明细表中专业服务费编列2亿6949万2000元，用以办理水库边坡监测及淤积测量。近几年来，南投县仁爱乡万大电厂水库严重淤积，淤积率高达75%，居全国水库之冠。高淤积率冲击蓄水发电及观光。台湾电力公司为持续进行水库常态清淤，也为积极评估其他替代方案，建议预算删除50%，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针对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陈赖委员素梅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本案出席61人，赞成10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有没有那个重复表决？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针对本案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7人，赞成11人，反对4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不通过。我们来处理第15案，国民党党团提案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本案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11人，反对4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针对本案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61人，赞成10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来处理第16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预算水利发电费用服务费用编列7亿3828万8千元，相较于104年度预算数6亿4962万2千元，增加8863万6千元，为尊节支出，原提案删减5000万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请问院会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本案表决结果，出席61人，赞成11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针对本案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重复表决结果，出席61人，赞成11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来处理第16案，国民党党团提案之进行表决。我们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本案表决结果，出席61人，赞成11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对本案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6点就休息，啊，客户用，多谢你哦。啊，你买什么物件？当然买啥？啊？哇，够好个啦！针对重复表决，出席61人，赞成10人，反对50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来处理第17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对于台湾地区高山林地保育计划的执行，台电公司为加强水资源多元化经营与保育，维护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水力发电效能及电厂有序经营，105年度台电公司与水力发电费用之分摊费用中，共计编列德基水库及水区管理委员会分摊费用8150万元，其中台八县地划区治理工程经费6000万元。但就该集水区治理工程粗糙，仅做表面处理，在下次豪雨风灾时，更会造成更大面积崩塌的情形，应加以检讨。并且该管委会对高山坡地管理措施，更造成该地区砍大树、种小树的面积持续扩大，严重破坏高山林地保育。原提案德基水库及水区管理委员会分摊费用8150万元全数删除，并要求经济部对德基水库及水区之维护向经济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意？好，有意我们就进行表决。现在有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先针对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我们现在用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点名表决出席63人，赞成12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针对本案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7人，赞成11人，反对4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针对第17案，国民党党团提案进行表决。我们采用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由委员美女林委员代话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本案表决结果，出席62人，赞成11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针对本案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63人，赞成12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
本案不通过，我们来处理第十八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有鉴于台湾每度电排碳比全球平均高24%，排碳量亚洲第一，而电力却占了全台总排碳60%，但台湾电力公司到2025年前的发电计划还是以燃煤为主，装置容量占整体发电比例不减反增5%到36%，有违世界各国积极开发再生能源取代火力发电之潮流。原此建议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火力发电费用印刷装订及广告费所编列1291.1万元，删减600万元，以减少火力发电之宣导。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就针对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张委员立案声明，对刚才所有表决以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点名表决，出席61人，赞成11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结果，出席65人，赞成13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针对第18案，国民党党团提案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对本案出席64人，赞成13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有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针对本案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出席62人，赞成13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报告院会，我们现在休息用餐，请工作人员发送便当，7时继续开会。现在休息。